既有浪漫甜蜜，也有吵闹争执。这儿先看一下。这儿，哎呦，先去这儿，待会儿再吃。刚吃，刚吃过，少吃点儿。看一下，我先看一下。哎呀，别去了，真的。不是，我先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嘛。走了，懒得跟你说。随着一路上有你第二季的热播，李湘和王岳伦这对相爱多年的夫妻吵闹又幸福的相处模式就备受瞩目。虽然如今看来这或许是夫妻俩独到的相处方式，但在早先可没少给人留下女强男弱的印象。但是他一个人，我老公他不敢逃跑，他肯定会跟我说，我会在那个地方等你，所以麻烦你快一点。我知道，往哪跟我走。没有发言的机会了是吗？不过也是，自打两人结婚，两人的分工就分外明显。李湘从知名主持人做到公司副总裁，走的是霸道女总裁的路线，所以一个负责养家，一个负责带娃，对他们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什么都不干，我不工作了，我就在家里边带孩子，怎么办？我工作呀，你在家带孩子，这不是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吗？的确，就如李湘所言，谁强无所谓，